讲到咱台湾这块宝岛啊，真正是一年四季台湾头，看到台湾尾，拢有地方上个传统、上个有代表性民俗庆典啊。比如讲吼，全国出名的妈祖庙景啊，哎呀，更加是不计其数啊。比如讲南瑶宫妈祖庙会。大家定南宫妈祖南巡，甚至吼是每一年啊人数愈来愈多，白沙屯妈祖进香等等啊，嘛拢是每一年三月期间的妈祖圣事。严格吼，问题来咯，各位姊妹啊，敢有了解哈？以上吼，即个武林不敌武林不晓民俗盛会当中，也够多几项啊，是咱国家认定的重要民俗的。这项殊荣背后累积了多少人的努力，多少世代的传承，但也因为条件重重，至今没有几项民俗通过。不过你知道吗？在台湾有一项文化，它不但是国家重要民俗，甚至有机会争取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港雕像是咱国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资产吼，那为什么伊会变作是国家重要文化资产？这是因为吼，南港雕像呢，伊保存了咱这个所有雕像仪式内底呢上完整的一个科技。东港银王是非常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大家可以看到从文化的丰富内涵度，我们看到不管是镇头、工艺、民俗。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我们有高度的传承，大家可以看到东港银王，所有的人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回来参加，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传承的情况非常好，所以它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资产的高度，它除了是国家指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它也具有世界级的潜力。当你手握这张入场券的同时，有一项民俗文化你绝对非看不可。你敢知影什么是国家指定的重要民俗啊？哦，像北港爷妈祖啦、白沙屯妈祖进香啦，或者是东山爷佛祖，拢是国家指定重要民俗。但是你敢知影要安怎来成为国家指定的重要民俗啊？讲到国家指定的重要民俗啊，对民国97年到即马吼，已经11年的时间啦，也嘛才通过18件礼仪啊。而且吼，对105年以后呢，就唔怕有其他的民俗文化来通过啊。所以讲吼，用个提到国家指定的重要民俗啊，不但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更加是地方保留传统民俗上界大的肯定啦。所以讲吼，想要提到这座民俗界金钟奖啊。除了百年的传统完整的保留，地方人士啊，更加爱有相当的参与性。譬如讲哦，以咱即摆要来介绍的东港雅王平安祭典来讲呢，东港人看中的程度啊，更加是让你绝对想袂到咯。我听讲东港这个所在哦，若是雅王期间，不管是读册、上班，都有当请假到旅游啊。旅游啊，对啊，真正拢请假哦。像我，像我就是哦，四条当来参加，等下。你唔是请假，你是头路，我是头路来参加。哎呀，所以讲我听人讲啊，你讲哦，东港人会当无得来过年哦，佮绝对袂当无得来赢哦。对，过年过节无得来了紧，但是一定要得来赢。观众朋友，你真正无听唔对啦，这款的坚持佮重视呢，正是东港人对故乡的文化，甚至吼。和英王平安祭典成为国家指定重要民俗，相当重要的一项关键的指标啦。也不过吼，可能啊，游玩有真侪观众朋友感觉好奇啦，就是台湾的王爷信仰啊是满满是啊，声名远播的更加是不在其数。可是讲吼，敢若靠一项专政总动员。敢真正都法度成为国家指定的重要民俗，甚至是文定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它会被国家指定，第一个因素就是它保存了完整的科仪。那第二点呢，
东港阎王甲其他的这个王爷无同所在，就讲它有保持那种神秘性。对，讲这里这里分工非常的精细，而且吼，每一个分工呢，我们大概都知道它的项目是什么，但是呢，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几乎都不知道。啊，包括讲这个王爷，王爷到底今年这大千岁岁三岁，我们一直到海边的时候呢，才知道，哦，这就是保持这里它最原始的这里神秘性啦，啊，这是伊家其他的王爷呢，最大的差异。基础呢，因为东港的迎王呢，它让东港地区保存了很多非常特殊的顶头，哦，比如讲十三太保啦、五毒大帝啦、二十四书啦，这些呢，都因为东港迎王这个活动呢得到保存。李廖老师所讲到这咩咩格格啦，伫咧迎王的期间呢，这只专台独一无二的陆上行舟啊，不但是东港茶船艺术的骄傲，更加是迎王期间非看不可的重点。而且吼，为了三年一考的迎王平安祭典啊，规个东港的镇内啊，更加是四界拢咧征收铺路。啊，那这个原因吼，绝对唔是选举啊，是因为为着迎王。甚至吼，镇海公园的海边啊，为着予数以万计的信众甲侨班会当参与请水的盛会，前一阵啊吼，更加出动怪手啊，一车一车甲海吞予白。所以讲吼，为着举办一场迎王啊，你敢知影东港人爱付出偌济心血，甚至吼，还佫有偌济你所无了解的所在呢？甲你交了一下，东港迎王平安祭典，我无记唔对的话，唔是明仔载吗？是啊，明仔载啊。啊，为什么大家今麦拢动员起来？今仔要来请咱王文禄千岁的班头路，啊，甲瑞士路恢复运作。请路恢复运作，啊，唔是伫个迎王期间就对啊，是今仔日咯。嘿，咱迎王进前爱甲王爷讲的瑞士的路，啊，甲伊班头的路，甲是武王，哦，王爷讲这条桥顶。是。请得爱回完成。哎，但是这个路是位都位上过来的。你班头的厝，哦，班头的厝。哦，是哦，路主就对啊。对，路主的厝内底。啊，三个路的路主拢伫咧东港。拢伫东港啊。啊，是哦。一口拢伫东港。啊，正经唔是安尼咯。以前有当下有这个挂伫外省，也去外省。哦，所以今日大家拢动员起来就对啊。动员起来啊。哎，大哥，我知影东港啊有七个头，来替王爷安尼服务对无？你是下中街，你之前有替文王爷服务吗？唔捌，我五十岁啊，唔捌。你五十岁唔捌，所以这五十冬拢无替文王爷服务。六十冬一假期啊，六十冬，所以还袂出世的时阵。哇，啊不就是莫大荣幸啊！对啊，对啊，三年前就很兴奋，就很紧张，到现在还是很紧张。因为东港迎王平安祭典内底啊，除了文王爷甲将军府，也佮有每一科做客五位千岁爷，所以地方的七个角头啊，伫咧迎王结束以后呢，拢会抽签来决定后一科要替倒一位新兵更交。啊，若即摆的武术正科啊，下中街不但伫咧开围一甲子以后，总算有机会来替文王爷服务。咱嘛看到这款大细汉斗阵参与故乡文化的信念啊，因是有偌尔啊珍惜的。而且吼，迎王也未正式开始，也毋过伫咧请路的过程当中，你就应该感受到班头、瑞士甲炊班因这款顶真的态度啊，更加予咱感觉好奇，到底迎王期间还佫有偌济隆重神秘的仪式，足以予东港迎王平安祭典会当得到国家级的认证呢？
长，即马当然公家无同款，摇身一变变成代天府呢。我之前有来过啊，啊，到即马我有一个问题，内底啊有拜咱吴王爷，为虾米过个阎王啊？阎王是请到一尊王爷。我来讲，阎王请到吴爷，三十六进前要翻三百个，我今下也不知啦。啊，你讲的话，三十六个其中一个。对。大千岁。对。哦，啊，伊大千岁期间了，咱就讲好朋友啊。是。啊，即啊中间，伊个几千岁、三千岁、四千岁、五千岁，伊嫁人是不是？慢慢伊个斗办公，啊，嫁人了嘛，我有时啊，我做袂一个好朋友。啊，我今仔接到什么任务？啊，我需要来这做啥工作？你敢帮忙什么任务？安尼我有通啊。大千岁是一个职务，对无？对对对。三十来个其中一个。对。伊请我们是。对对对，按你来。啊，下来伊无去接到上苍的命令，伊所放出来，他不公平，我先来讲啊，来结尾啊。了解。啊，所以咧讲你来，啊，今仔真个进展起来，啊，干那写一个讲啥物事？像的像，啊，你不是不是，啊，做官有官的，官的机密，啊，官有官的程序，啊，官底下看的人，如决定，银行还支持，官入的人拢多变。洪洞地方名扬国际银行平安祭典啊，除了科技复杂过程高工啊，神秘性十足，更加是伊的特色啦。因为吼，相传啊，清朝期间啊，东江地区啊，饱受瘟疫、虾水迫害啊。当时先民为着对抗灾厄，便恳求上苍庇佑众生，所以吼，玉皇上帝啊，才会派五位千岁啊，巡扫地方，保境安民，也就是洪玉子代天巡狩的由来啦。也不过吼，东江流传一句话啊，三年的准备啊。就是要替地方带来安定人心的力量。话吼，虽然是安尼讲啦，也毋过三年一开银行平安祭典啊，你敢知影爱传偌济物件咧？甚至啊，人讲民以食为天啊，因为吼，就算讲游客卖算啦，干那七角头的桥板甲工作人员啊，恐惊的吼，都互你听甲嘴也是离西西咯。阮即阵要来出一挂。咱所有工作人员，甲包括七角头所有着咱要食的物件，每一工拢爱传达六千份。六千份？哎呦，这无包括信徒呢。嗯，一工爱六千份，迄量是足大啊！你是倒个摊放？哇，吼，足侪物件。哇，来，这是小部分尔，啊，有一寡拢搁放入别个。吼吼。哇。这干净的呢？没啦，这零下二十度呢。哎，零下几度？所以老师，刚无进武器，咱马公唔知影到底七颗是倒几颗，纯粹也要来搞钱。在咱嘛是一个蛋，希望开心，祝你发财。带根金柱来，呀，啪！零下二十度，这冷冻库啊！无怪我钟乳石，这拢拢咧编一挂海产，拢工作人员咧食的饭汤啦，啊，河菜的物件。赵哥，你看，这啥物货？黑鳞，这黑鳞哦，鱼仔拢背壳起来，啊，这一背好啊。这黑鳞我看啊，这是啊，这尾鱼，哇，就是青海鱼，就专门煮饭汤的料。哇，本地人还用遐济哦！这拢现捞啊鱼啊来抬。啊，你唔只两行尔？啊，这嘞，这是啥？啊，这嘛拢尾鱼，拢。这嘛拢，哎，拢都是。这堆拢尾鱼哦。啊，有诶一寡物件拢放伫别个，啊，都有鱼吧，啊，都有鱼啊啦，花枝啦，介济啊，拢海产诶物件。其实啊，这八天七暝内底你所看到的啊，会当讲吼，差不多拢是经理科负责的。因为啊，东港东中宫总共有五大单位，就是五大科啊。其中的经理科更加是全台唯一，也毋过其实无讲你毋知啦，就是经理科银行之间的石头哦，虽然是包山包海啊，相关的人数呢，算是五科内底上少的，敢若七十个人左右啊。
所以吼，营养期间啊，因不但爱处理大小项代志啊，大天父的厨房啊，更加随时爱有志工妈妈款料、撒料，才有法度吼应付一天遐尼啊侪口罩来用餐啊。啊，若这款无眠无日、专心付出的精神呢，不但是东港人营养这顶的最佳写照，嘛是迄份百年来对千岁爷的虔诚佮尊敬。上到庙埕，闹热的顶头表演，现主持的大天舞内底啊，煞无超过五个人啊，而且气氛啊，阁是无比的严肃。因为这摆大总理正是用请杯的方式呢，一杯一杯来向文王爷请示这摆不输正科的大千岁到底来吃何神。哦，这摆内底就刺激个啦，因为咱知影讲啊。嘉文啊，这期间啊，其实清水，哎，咱家讲大清水啊，它是什么姓氏之外，其实最一开始在这边吼，都叫大总理爷爷来给他把杯啊。要知道说，我们大清水今年的姓氏是哪一个姓氏？36个王爷会是哪一尊来担任今年的大清水吼？来给我们怎样？明仔再怎样？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是晚上11点多了，我刚刚回家吼，嘛就可以到摸摸摸呢。经过大总理一再请示以后啊，嘛总算确定无失正确的大千岁名单。严格吼，互人想拢无的啊，就是这份名单，既然是列为相关的机密，完全袂用的公布，一定吼爱等过两工请水的时阵，才有法度来宣布答案。所以啊，对当地居民来讲啊，请水不但是全东港的大代志，规个滨海公园更加是万人空巷、万条转动、万众期待啊！东港营养内底有一项相当特别的民俗文化，不但吼别位看无啊，看过吼更加是应声难忘啊！就是啊，有新兵降价伫咧体质特殊的人员当中，四界咧顺头看马。啊，那这款摕着桥棍采机的方式啊，叫做偷潜，嘛是屏东东港溪一带特有的民俗特色。严格一场延续百年的清水的考题啊！绝对不是一间庙，或者是一个角头就做到。所以啊，整个海边你给它看过去，不但有300顶以上的神轿，现场的人数更到100,000人之谱啊！就是要来恭迎不输正科大千岁，并感受这份撼动人心的民俗力量。哥哥，但是讲请水的什么时阵开始哈？还未开始呢，等后日只做煞到请来邀请大千岁。是啊，报汗头啊，是诶，大千岁有可能来的时阵，诶，头签会去安尼来报着无？诶，对，头签是固定的吗？头签无固定，无固定。诶，头签无固定，啥物人要去你报？这个头签由大千岁落船了后，是去找一个较爱接近的人，较接近的人，伊去你报。啊，所以无一定是头签的人吗？还是讲无一定是？无一定。只要是穿黄的，因为这颗大千岁的桥板就是伫博家，只要博家桥板有穿黄的，每一个人拢有机会，伊若要找到，迄个人就有机会。啊，是哦。哎，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那个心理准备的，对吧？对。我帮你处理啦。对吧？你好，师傅。在经过道长叩念素文，请神安宁，并替王灵开光点眼以后，大总理甲相关的人员啊，便在雷师罗主引领之下，秘书走入时光隧道，准备来进行神秘又搁神圣的请水仪式。龙天五先生，
急，请去王台，请往王台报平安，报汉朝，改天施救，再见，国富千岁，让您动听。就有这张辉煌素文，也代表正式向海上的潜水员提出邀请，希望在万众期待之下，潜水员会当速速降临，庇佑众生。所以老师，到目前为止，咱嘛阁唔知影到底七颗是倒一位潜水员要来到这。唔知，咱嘛是来个等，希望开心，祝愿不好。我出驾过红玉器，带兵出救来。驾，哈，走。来，千岁啊，请安坐，带下大千岁。刘兵长，只拄啊一下，就是伊是姓何对无？所以讲，你阁有讲一句讲，请伊安坐，咱再请大天水。对啊，啊就唔是啊，就是唔是嘛，啊唔是大天水啊。哦，啊嘛是千岁爷，嘛是千岁爷，拢当五个啊。哦，诶，所以呢，刘兵长他刚刚讲到了，哦，诶，像这一位千岁爷，伊是姓何。那就可是呢，不是本科的这个代天巡守的大千岁，所以安泽再请，我们再一起来期待今年本科啊，到底代天巡守的大千岁会是谁？每一个甲头的头像拢在内底。不太知道里面在讨论什么，在说什么。我只知道说，等下动作一大哈，我们就要赶快退了。啊，现在跳就来来来啊！哦，还好我够机灵。现在有人要上来。波航岛，而且呢，这次波航岛的这个机芯呢，跟第一次上来波航岛是同一位。哦哦，来左天水，哦，南部是这颗罗湖大千水，罗湖大千水是咱无是正颗的。代天巡守的大千岁，罗虎如虎，听到啊，第四届，罗虎大千岁，哇，民国八十三年，哦，甲进拢不来，我民国八十三年甲进哦，对，哦，各位观众朋友，这款吼遵照古礼，保留传统的请水仪式啊，绝对吼比你参与过任何一场民俗庆典啊。搁较老一几落百倍啊！而且吼，透过科技的进步啊，就算讲啊，你无伫咧镇海公园，嘛会当感受亲临现场的震撼啊！就算讲吼，你看袂到台顶，嘛会当见证东港鸟王百多年来上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别看到他们现在这个帅旗上面已经写上了本科的大千岁的尊姓谢楼，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往代天府前进喽。赶回代天府，要来清水顶，要来垂水旗，拜托咱留一段路，给咱的工作人员啊，会当前进赶回到咱的代天府。没啊没啊，今晚下一集了，到这里了对吧？有有到到到这里。哦，我的天，我的天！看大家吼，用走百米的速度，甲碎旗碎灯送登来大天府啊！啊那上个重要用意呢，就是透过碎旗碎灯，昭告阴阳两界，罗虎大千岁伫咧刷落来这几天啊，会伫咧东港进行大天巡守的任务。不过吼，其实啦，讲坦白的啦，明明啊，就知影大千岁伊过世咯，为什么啊，我一通电话卡断来就好嘞？
因为啊，对东港人来讲，用走的方式啊，是一种传统，更加是一种文化。所以吼，迎王平安祭典啊，会成为国家指定重要民俗。其实吼，对一寡有路的所在啊，咱就会当了解了。而且啊，伫请水结束以后啊，将千岁爷并未马上入府安坐，因为现场啊，这八千外斤的插头啊，老早就插到未输五粒小山同款。咱就知影，另外一项鸟王期间的重头戏——过五王会，应该准备要开始咯。你好，今摆后壁啊，那个会啊，一直在烧。它的温度啊，直直上升呢，直直上升呢。是，你看恁徛遮远的，我恁好啊，后壁我拢流汗啊。对啊。那么单讲呢，这个请王了后呢，伫个这个千岁要入庙进前呢，一定要经过这个过会仪式。是。那过会呢，伫咱台湾民间呢是一种洁净仪式啦。哦。洁净就讲消除灾厄啦，不洁的东西。是。哦。所以过会伫咱台湾民间其实定了发现，但是吼，咱这今日看到这个会呢，甲一般的这个过会较无同，是讲上接看到是过芦会，过来呢过迄落。金会就是金纸，啊，过来呢，炭火、木炭所烧的，吼、啊，所以呢，咱今日看到这是真少看到，叫做火茶会，茶会，伊是用迄个相思木、相思啊做烧的，吼、啊，然后烧了，烧了呢，把压平，压平了后呢，爱经过一个仪式，咱叫做削盐米，盐跟米过一会，然后削过吼。那在民俗上面呢，这个削盐米呢，其实就是除煞的意思。是。但是在科学顶面，咱知盐削了了后，它会降温。啊，表面降温。对。我知影。是。而且脚是不是要泼一点点水？几天？是。以前哈，这个在科学顶面，咱知也降温，但是呢，你迄个爱算计算伊的这个降温的程度。1000多度，然后慢慢降到差不多40-50度的时候，你要趁这机会经过。哦，你若算了唔对，400-500度，你就直接过，一定对的。不但七角头的桥板过这个五王会啊，咱嘛看到真侪民众啊，借由过会来封乡化吉、消灾解厄。而且伫咧过会以后呢，众王爷、王灵才会入府安坐啊，来举行四王敬王的王府科仪。啊呐，即个种种的仪式过程加起来呢，通常啦、结束的时阵啊，嘛差不多要天光了。马上七角头的桥板刷落来，就要带众王爷开始4天的巡整庙境。天的平安了境啊，其实吼，对七角头的桥板甲其他的队伍来讲呢，拢是一场搁一场的考验啦。因为吼，为着予大天顺手的千岁爷会当保境安民，这四天的路线行起来啊，不但是超过100公里以上，每一天入庙的时间啊，更加是半暝啊一两点咯。所以讲吼，那不是迄份对传统的坚持啊，真正不是每一个桥班拢有法度安尼做甲到的哦。哎，要不关灯咧？好，关灯。你家己搬哦。咱来斗关一下。好，我来。甲我关来遐，关来遐。我来。啊，我甲你斗讲者。好，好，你斗。啊，你要坐几多？坐，咱搭来遮去。好好，头前哦。呀，拢计去用只。啊，你一人搬遐济物件，你著敲电话，甲我来，我就来啊。我知影你要来，我事先甲我讲。哦，安尼安尼啊。我来叫你来斗搬。你一人搬遐济物件哦。这是阮东港三年一考的赢王，代表东港镇民有无吼？全部要甲大千岁、千岁爷要甲王船添灾的物件。哦。你讲天灾，天灾就是死到这物件拢要甲刷去你船仔顶，
这全部拢爱去啊、喔！全部拢去，包括这所有的这。真正拢是古早味的物件呢。有影呢，这是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沙饼。沙饼是啥？这条路啊，哦，虽然是咱在吃鸡鸭一股哦，不过无讲真大条呢，吼。虽然无真大条，不过阮这条路爱经过七个角头。哈？这条路七个角头拢经过了。沙饼，沙饼是啥？沙饼，这个沙是生沙吧？迄个沙哦。沙母的沙。沙饼就是较早年代的老人有无吼？因拢留头毛。对。啊，拢会生沙母。沙母就像狮子。狮子。哎，啊，咧留头毛的，因拢坐到是头顶咧留头毛，啊，咧留迄个狮子了。啊，较早唔用那美容。即阵无啦，即阵无即个物件。哦，因为哦。就是热迄个沙巴，所以你看它比一般的梳子更密，有没有发现它更密哦？啊，像你讲起码就无人用啊，你偷到这？啊，无人用嘛是爱去买，啊买有哦，透过管道去买。这有影咱今仔日人无挖宝哦，足侪人是毋捌看过这款，毋捌，对不？莫讲毋捌看过，我看到哦，我嘛毋知这用途是啥物。即摆咧，王船咧，遮侪人要甲刷叮当啊！哦，真好。啊，咱王船就是今仔日准备要来王船，叫做千船。啊，咱今个代志，哦，咱王船要杀出来哦，咱的公主加天马。哦，即摆就是要甲刷出来啊，就对了。哎，你甲看哦，安尼，哎，想想好多人一起在做这个事情啊，加当的罐头。啊，差不多至少一个重量，差不多是吧？哦，这重量，这重量过六十公的啦。哦，过六十公的，不过咱侪人做伙来耍吼。看一只开700多万、将近100多位的师傅，用两年的时间打造的王船，慢慢啊离开王船厂，心内的感受啊，实在是相当的复杂啦。因为吼，咱透过无同款的角度，确实会当发觉王船啊，真正是予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严格另外一方面呢，嘛因为咧千船了境以后啊，阴暗。王船就要升华，再王爷转去交子，来完成这摆武术正确的重要任务。赵哥，刚才你听到啊？你看足济人咧到上班咧，而且你也看哦，即摆船啊，你听到时就快讲哦，它这个是一个很壮观的这一艘船。以前每一个角头拢有因个工课所在啊。哦，上一科也来参加，这科也很荣幸来参加哦。其实在这边参与大家共同的回忆，这个民族文化一起传承下去，更加就好哎，很担心喽。哇塞！哦，其实量得很精准。哦，真的刚好。嗯。
其实吼，唔是行路话啦，迄是真正王船实在是太大只咧，所以吼，沿路上真正是有太侪太侪状况啊。也毋过吼，透过七角头、指挥科、王船科这正南之力，大部分的路线吼，拢会当顺利完成。也唔过吼，刷落来这条街啊，哎呀，这未免嘛太歪啊吧！阿伯，这条路啊哦，虽然是咱安尼行行行真久哦，啊不过无讲真大条呢吼，会会安尼。虽然无真大条，不过阮这条路爱经过七个角头。哈？这条路七个角头拢经过。虽然无真大条，不过阮这条路爱经过七个角头。哈？这条路七个角头拢经过了。哦。所以讲，这算都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对啦吼。诶，啊是讲哦，咱咧沿路行过来哦，如果看人安尼上面边啊有停车，咧一台都无咧。这吼，因为路个阿阮的这个高温带进去，哦，它这个准则会当过。哎，我觉得这一条路有一个东港人的默契呢，旁边人哦都很有秩序的，还看人穿经过，也会帮忙管制交通呢。南港迎王平安祭典是南部王爷信仰上界有代表性的一项文化，不管是居民或者是负责的成员，几万人同心合作，把这只几多十栋的王船啊，会当伫咧大街小巷畅行无阻啊！这不但是百年来祖先传承的智慧，嘛吸引真侪国外的朋友啊，来记录这项相当有特色的民俗文化。台湾宋王船是属于数二的比较大型的，因为我们在2020年呢、啊，在马六甲也会做一个这个宋王船的仪式。另外，我们的马六甲的这个迎王的，我们是叫王杠。好、哦，这个王杠在马来西亚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华人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好、哦，所以今天来到，感觉到很激动，真的是场面人山人海，我、哦、值得很多这些细节，很值得我们学习带回去马六甲。五十年旧历9月27，伫咧法师进行好运压煞的同时。点五颗，嘛伫咧王船边啊，爬起爬落，要甲添在器物送上王船。最后等待时辰一到，大总理宴龙结束以后，王船嘛伫咧七角头甲正人的恭送之下，齐心协力，一步一步行向定海公园，准备进行东港迎王平安祭典上尾啊，嘛上界精彩送王仪式。到海边啊，对对，啊，看有搬运啊，大家啊，我把那个金子全部搬来王船下面，是代表什么用意？就这是这个天口哈，天口，大家要算这咱即几工是毋是看信徒吼，拢会为王爷公添口，有，啊，所以这个天口会搬来海边啊，吼，啊，利用这个金纸吼，这个天口这啊，把咱这只王船吼焚化，啊，焚化甚至上天河啦，脚趾也是比较酷的，对。而且老师，我听讲吼，因为这个所在就是看到庙会的神话，是不是讲伫边仔的人有啥物款的敬仰？
讲讲吼，因为这个所在就是可能比较有这个想法，是不是讲一边的人什么款的经验是？是咱知影吼，其实这个江上红叶公吼，江上五味泉水，这是非常慎重的代志吼。你看咱请水的时阵嘛是做慎重啊吼，啊江上红叶公搁爱搁愈慎重。所以咱等下看到讲吼，咱其实地方的这人士吼，伊并不是讲啊伫海边啊，大家嘻嘻哈哈安尼吼，不是大家会足肃穆的，吼啊足沉静的，啊默默的吼，可能点火了吼，甚至把我绑起来，对对，默默的离开。看着大家在漆黑的夜色中各司其职，有的人帮忙添库，有的人则负责将船轨组装，而这。也是东港地区流传百年来永远不变的王爷信仰。或许你问这些人求些什么，我想除了长辈安康、家庭和乐之外，透过身体力行的方式来成就地方的归属和荣耀，或许也正是东港人代代相传的初衷，还有那一份对千岁爷永远不变的坚定力量。其实刚刚从船尾到船帆全部的过程马虎不得，所以大家抓速度吼，其实也不能说为了拼速度就来求快。现在用这些金子，我觉得就像船在大海中行进的那个海浪，这些也是天库要跟着千岁爷一直到天上去的。很听话，恭维每当熊大声，要严肃肃静，然后用很认真的心情来帮忙，谢谢。你想买看到诶，足侪头欠的啊，七架头啊，拢伫遐遐长熊代志啊，看要安怎来倒三缸，全部都在讨论，有时候上去，有时候下来，就是为了能让进度全部顺利一点。卡巴内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深的体会，大部分的人呢，看到的是壮观，看到的是满满的人潮，看到是这么漂亮的王船。可是如果你真的用心去体会，原来这些令你惊叹的背后，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细节，那是多少世代的累积，那是多少人经验的传承。其实呢，看到这些人，或许他从年轻就投入当港的业务。即便到现在，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伊呢有灰啊，不过他脸上从来没有产生出任何一种老年人的那种疲惫，他们一样跟年轻时候那种全心的投入在东港以往的那样子的情绪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要去体会，之所以他会成为我们国家指定的重要民俗，原来他是怎么样的珍贵的一个传统民俗。我们戊戌政科的唐刚阳平安这一阵。到这边上龙就告一段落了。其实我这第二次来了，在这边遇到很多三年前认识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在这边齐心齐力的把东港迎王平安祭典来完成，做一个圆满的落幕。也有加入很多的心血，在这边一起来努力。其实我觉得，不管时间过多久，时代过多快，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希望不要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没落了。而是要一直保留下去，让我们的后代都可以看到最原汁原味的一面，还有它的意义。其实，台湾有机会成为国家重要民俗的文化，绝对不会只有18样而已。
但放眼全台，又有多少乡镇能向东港看齐？甚至游子归于返乡，也要力挺故乡的盛世呢？在这迎亡的八天七夜中，我们除了看到地方上的团结，也看到信仰在这一片土地的认同。因为不论是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哪一个步骤，都按部就班，绝不便宜行事。而如此谨慎的态度，不只是一种对千岁爷的承诺，更是代代相传，并早已流传百年之久。感情是可比亲兄弟。